大家好，我是主教祖堂的朴神父，我是韩国人。我屋企呢，爸爸妈妈同埋我只是三个人。本身我哋全部都唔喺教友啦。有啲人话：，哇，朴神父，你都系独生子，咁点解你正做神父啊？咁将来呢，边个照顾你父母咁样？我喺当兵嘅时候听到你，然后领洗啦。我领洗之后想升神父嘅，但系我爸爸妈妈完全唔识呢啲神职人员嘅生活或者修会嘅生活，所以佢哋好反对我啦。但系呢，虽然佢哋反对我，佢哋都唔识组织嘅方法。我入咗修会先知道一个修女帮佢哋领洗嗰阵时，我真系非常感谢，非常多谢天主啦。所以而家呢，我同佢哋互相祈祷嘅好嘅朋友，彼此相爱嘅好嘅朋友，所以我觉得终于而家我哋成为咗真嘅家庭啦。因为真嘅家庭必须要互相祈祷，彼此相爱啦。多谢。